我觉得那个这次的场地好温馨，然后我们大家坐得好近哦，我没有跟他们坐近距离过，我们两个感情不好，被迫坐那么近。大家要过年了，还是那个和气生财？什么话？其实我们是想要轻松的转个场啊，因为前面演的一些歌，我觉得它有各式各样的动感的感觉。虽然我觉得在台湾看表演也好，其实有时候都会觉得到了第三首歌才会看到大家的眼神开始软化，然后开始动一点点。对，我自己也是这样，去看别人表演，都会前面几首歌会发现，哎，我在这个时空吗？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就会发现，就是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来到永夜岛。然后下一首歌，我们带来一首。其实虽然不是永夜岛的歌，但它却是我们两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别人的作品。对，最近才开了那个直播演唱会的王菲，然后很喜欢她的作品。我那时候看直播，然后底下的人好像就是回了一些蛮苛刻的话，可是后来我有朋友，因为他有去现场，然后就说其实现场的气氛跟状态是很棒，所以其实也有可能是收音的问题。我们等一下也会直播。所以如果不好听，应该会是收音的问题。好，送给大家这首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的歌，然后每次听的就会有一种惆怅的感觉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每个人都曾经也将会是乘客。这时候不是应该很帅气的开始吗？有没有停顿？非常那个忧伤的情绪。